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啊，秋哥是那样的人，就生活中呢，他是一个特别爱开玩笑，对朋友特别仗义的人，但只要他演戏，他就变成了疯子，这个疯子是带引号的啊，就是他完全进入这个角色，他演的每一部戏都是这样。我采访过很多他的朋友，就对他的这个评价都是，你跟他演戏，别人的戏没认真演，他都生气，别说他自己，他看到谁不认真，他就生气，就是大家这是统一对你的一个评价。所有你的朋友都是这样来评价你的，说张秋哥是为艺术而生，为舞台而生。我特别想说对不起和我合作的这些我的同仁们，特别像史可这一次演我的妻子，演黄大年的妻子，还有哈斯高娃我的师妹，他们几乎晚上都不让睡觉，就每天都要到我的队。那导演每一天穿个线裤，拍完了戏之后回来之后拿着茶杯拿着剧本，每一天可怜的要命，每天都有的时候一点钟还要到我的屋里来，有时候工作到后半夜的三四点，早上还要出发。但是我觉得这种工作态度，我觉得就像黄大年一样，黄大年就这样工作的，他把飞机当成他的床，他只有用末班的飞机然后去睡觉，第二天早一早起来他就可以工作，所以他就是那样工作的，所以他时时刻刻都在感动我。我特别的幸运能演著名的科学家黄大年，真好啊。